500万人民币在奥克兰北岸能买什么样的房？今天我带大家来看一看。这是一座位于奥克兰北岸中心的5房4卫浴的联排别墅。这是从正面来看，现代化装修啊，很有现代化气息。这是一层的阳光露台。从另外一面看呢，这还有一个小花池子，种点菜呀，种点花挺好。一层有2间卧室，2层、3层，这么看还是显得很巍峨啊。每一间卧室都有一个衣柜。这是一层的洗手间，2个洗手盆，2个人一起刷牙都够了。我们上2楼看一看。2楼是客厅、餐厅，还有厨房，旁边是车库，车库就不进去看了。这么大的厨台，您随便发挥，煎炒烹炸，大显身手。抽烟机、燃气灶、博士牌的烤箱，咱们上3楼去看一看。楼梯很长啊，所以层高也很高。忍不住先进主卧看一看，主卧有一个小的露台，这个露台很高啊，能看见远处的山。新西兰的云很低啊，从另外一个方向看，能看到梅西大学，被树挡上了一部分。这条路叫 Waiho Crescent，Waiho 是毛利语，是新的意思，您就把它当成新街就可以了。房子附近就有一个公交车站，非常近。政府还要修一条新路，年底开工，出行更方便。这是我3个同事，他们都是非常专业的房产中介，您要对这个房子感兴趣，可以联系他们，不管是买房卖房都没问题。